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啊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SMAPS 冲刺打卡的第三天的题目。今天呢是有关应用题、形成和杂题的三个问题。好，首先先来看第一题。第一题呢是一道形成问题啊，但是它的特点是在这一道形成当中，你会发现它的速度发生了改变。那对于速度产生变化的形成问题呢，我们一般使用的方式啊，都可以考虑用比例法去解决，也就是说，找到速度改变前和改变后它们之间的 ratio 是多少。好，那针对这道题目，我们来详细的解答一下。首先呢，先把题目上所描述的情景啊，给画图给画出来。他说，是从 A 到 B，那我们画一段路啊，这是 A，这是 B。有一辆车呢，啊，它从 A 点出发，首先先按照原来的速度啊，就正常的到达 B 了。好，这个是实线啊，代表它原来的速度。然后现在说它要提升20%，那第一次提升20%以后，它的路程呢，我用虚线来表示。哎，这样就可以画出来，这是第一次。好，那告诉我们提升20%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哎，它到达 B 的时间提早了1小时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原来和第一次，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。首先通过图我们可以发现，不管是原来还是现在，它都是从 A 到 B，所以它们的 distance 啊，距离是相同的。那对于它们的速度呢？哎，发生改变了，原来是一个速度，现在又提升了20%，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呀？哎，就应该是5:6。所以知道距离相同，又知道速度的比是5:6，那现在可以得到什么呢？哎，就是第三个量，也就是时间之间的关系。那速度越快，所用时间越短；速度越慢，所用时间越长。哎，这个是在距离一样的前提下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时间比是6:5了。那根据题目上说提早1小时，那就可以算出来，哎，原来是6小时，现在是5小时啊，关系是6:5。好，那继续来看第二种情景，说如果说它的速度呢？先按照原来的速度行驶一定的距离，哎，但没有告诉我们行驶多少啊，行驶了一段，然后后面呢再提升30%，那我用这种点画线啊代表后面的，好，那现在也会提早1个小时到达 B 点，那现在可以得到什么？很好啊，还是原来和第二次，但你要注意。整个路程虽然还是相等的，但在第二次里面前后速度不一样，所以为了研究起来方便呢，我把它分成前后两段。哎，前面这一段速度和原来相同，而后面这一段呢，哎，像刚刚的分析过程一样，它们的 distance 是相同的，而速度呢？提升了30%啊，所以速度应该是10:13。哎，速度10:13，那所花时间，哎，反过来就应该是13:10了。那按照题目上所告诉我们的，它是提早了1个小时啊，原来是13U，现在是10U，所以 1U，哎，应该可以算出来是20分钟，OK 吧？好，那 1U 是20分钟，那原来和现在的时间就可以分别算出来了，这个就很简单了吧？哎，我们来算一下。原来是13U，那就应该是260分钟，OK 吧？260分钟，13乘20，那现在也可以算出来是10乘20，也就是200分钟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题上问的是什么？他问，这个原来的，按照原来速度走的这段距离。它占全部的几分之几？好，那既然问我们原来的，那应该怎么做呢？哎，我们在原来这一段里面去找就可以了，因为它前后速度是一样的，所以所花时间占6小时的几分之几，那就代表着
这一段路占全部距离的几分之几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一段，也就是360减260，它所占的时间是100分钟。这里是100分钟。所以它占全部的时间是360/100。那约一下分啊，可以同时除以20，也就是18/5了。所以这一段时间占全部的18/5，那速度不变的情况下，这一段距离也应该是占全部的18/5了。所以这道题最后答案我们就解出来了啊，18/5。那我们总结一下啊，这道题所用的一个知识点，是用比例法解形成，在距离相同的情况下，时间比和速度比是相反的。速度比是5:6，那时间比就是6:5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。第二题呢是一道工程问题。对于工程问题，题目上会告诉你说，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队伍完成一项工程需要多长时间。那你看到这样的条件以后，你就先把他的工作效率给求出来。比如说他说 A 完成这项工程需要6个小时，那说明 A 一小时可以完成这项工程的1/6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可以算出来 B， 它全部是10小时，所以一小时可以完成全部的1/10。那题目上跟我们讲的是 A 和 B 要交替去完成这项工作，所以 A 一小时加上 B 一小时，他们做一个交替的工作啊，也就是各完成一小时以后，会完成全部工作的多少呢？加一下就行了，这个算出来是15/4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可以知道，他们各做一小时以后是接近于完成全部工作的1/3的。所以在三轮这样的交替过后，也就是他们各完成3小时之后啊，他们总共会完成全部工程的1/5。那现在还剩下1/5没有完成，但是呢已经不够他们交替各完成1小时了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就老老实实去算就可以了。那现在三轮过后，该 A 去完成。那 A 做一小时会做1/6。那现在我们还剩下1/5 ，A 做的1/6，所以还有1/30啊，是应该 B 去做的。而 B 一小时可以完成1/10，所以还剩下1/30。那说明还需要多长时间呢？还需要1/3小时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来梳理一下啊，首先是 AB 交替，各一小时做3个这样的交替，那说明已经经过了6小时了，而 A 又做了一小时完成其中的1/6，那还剩下1/30，由 B 做1/3小时去完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总共所花的时间应该是7/3小时，或者你写7小时20分钟啊，答案都是一样的。这是第二题啊，工程问题，看到工作量啊，看到工作时间，可以先把工作效率给求出来。来，第三题。第三题呢是一道杂题啊，它考的是最不利原则啊，就是考虑运气最差的情况。它这里问，我们从1到50当中最多可以选出多少个数，让任何2个数的和都不能被7整除。好，那同学们想一想，我要考虑2个数的和能不能被7整除，需要考虑这2个数的什么呢？如果这2个数各自本身可以被七整除，那加起来就可以定义被七整除了。那还有没有其他情况？要看它的余数。比如说我1个数除以7以后余1，那另外1个数除以7以后余6，那他们2个加起来之后呢，余的1个和余的6个就可以拼成一个7，它就可以被7整除了。
哎，所以要考虑和能不能被一个数整除，我们要考虑的角度是这两个数的除以七的余数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1到50当中除以7的余数分别有哪些情况。首先这些数除以7啊，如果要余0的话有哪些呢？哎，这个应该是有7个了吧。哎，50除以7啊等于7，哎，说明有7个数刚好是7的倍数，也就是除以7余0了。那除以7余1呢？哎，会多出来一个50，哎，所以应该是8个数。然后后面的除以7余2，哎，是7个，余3是7个，余4，哎，也是7个，余57个，以及余67个。哎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数分成了这样的7组数。好，那按照我们说的，要想尽可能的多，那大家看余0的、余1的、余2的、余3的、余4的、余5的、余6的，你想先把哪个给取出来？哎，肯定是余1的，对吧？它是最多的，它有8个，所以我们先把这8个余1的取出来。哎，它们彼此之间相加，不可能是能够被7整除的数，所以余1的，哎，就取完了。好，那余1的取完以后，你剩下的数还想尽可能往外取，那说明肯定不能取谁，哎，就不能取余6的了。哎，一旦有余6的，就可以拼成能被7整除的数。好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哎，接下来就无所谓了啊。比如说我取余2的，哎，又可以多取7个，那取了余2的不能取谁？哎，就不能取余5的了， OK 吧。哎，然后再接着我取余3的，那取了余3的，哎，就不能取余4的了，哎，要不然他们就会拼成7。那现在1、2、3、4、5、6的我们就考虑完了，那除以7余0，也就是说本身就是7的倍数的数呢，哎，那这样的数我们最多只能取一个，对吧？如果你取了两个的话，这两个数相加得到的还是7的倍数，所以最多最多我们能取的数啊，就是8+7+7+1，一共是23个。哎，所以这道题考察最不利原则，你就思考运气最差的情况就可以了，这是第一个知识点。第二个就是考虑两个数的和能不能被一个数整除，我们要从余数的角度去考虑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3道题目。那这一次我们的打卡就已经结束了，后续大家在 SMOPS 的备考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，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询问我们的老师啊，这个是群的二维码，大家可以扫描进入。好，那今天讲解就已经结束了。